大锅滚水一一下料，站在炉前小心一一熬煮。香喷喷腊八粥飘香，每一碗都冒着热气。国际防会金门协会金宁分会日前纪念法宝节佛陀成道，义工集体创作烹煮腊八粥。星云大师的理念，因为冬天这个腊月就是很冷啦啊，他喜欢煮这个腊八粥去跟大家结缘。2385啦，2385，我们把它预计就是2400。有的跟乡亲结缘，有的跟各个学校这些单位。两天近2400碗，不光人提前备料烹煮腊八粥与民众结缘，分批送往金门、金宁乡各个机关单位。寒冷冬天，透过热粥传递温暖关怀，发扬佛陀成道前设牧羊女乳名供养的寓意，借着腊八因缘带动人间佛教走出去，发扬星云大师慈悲法喜。今天是台北金门综合报道。